即日典礼，幼儿园举办老侪盛大的毕业典礼。虽然是平常日，不过家长拢正踊跃前来捧场，也记录着家己囡仔重要的时刻以及因故子的模样。会长、即日典礼陈启雄嘛宣布，已经伫咧幼儿园当中来加装监视器系统，方便家长会当随时关心囡仔的状况。由一日店长陈启雄来一一颁发毕业证书，给小朋友，恭喜小朋友将走向新的里程碑。老在毕业典礼，也是提供家长甲幼稚互动好机会。透过表演，也看到家己囡仔还是成长一面。参加我们吉吉镇的我们的那个镇托的毕业典礼。那虽然我的宝贝还没有毕业，但是很感谢呢那个镇托还有乡公那个镇公所给我们宝贝表演的机会，让我们家长也很开心的参与。我们每一年大班、中班、小班最少都还有两班，有时候呢爸爸妈妈生多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冲到第三班哦，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要多生，想对这个少子化的现象啊可以有所改善，然后就是多多生育，然后提上生育率，那我们的教育品质更加的好，这样子。这是定在幼儿园举办老一盛大毕业典礼，虽然是平常日，但父母家长为着家己的囡仔，拢踊跃前来参加，摕着手机啊记录这珍贵时刻。会中，这是定在陈启雄也宣布，已经在幼儿园中加装了监视器系统，要让家长会当更加放心。特别感谢家长们在我们幼儿园每次哦举办像是哦搓汤圆呐、万圣节、圣诞节的活动哦，都尽全力的配合哈哦。家长其实哦比老师甚至那个学生本身都还要辛苦啊。那谢谢他们的参与。那其实这里幼儿园呢，也在今年哦在教室内也安装了这个监视系统哈哦，这可能是县内的公立学校少见的哈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师生双方面哦都可以更加多一层保障。无论是跳舞表演，还是用英文来致辞演讲，拢带予父母真大欢喜佮感动。幼儿高追活泼模样，也是有全家亲人上好的回忆。记者金山昌报道。